Plus， 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，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柯P，今天来到台南收公益车，我1995 LA， 哇。耶、yeah, ，我今天一出门，那个背包背出来了。你咋去买的多？不是内湖区哦，你不要看错了、哦，我们不是在内湖，我们在湖内区。我们来台南收车啊，顺便来高雄吃东西。他、啊、车了，什么 车在？车不看了，我们先吃东西了。哎、欸，看这里，天下第一刀，哦，好久没出来，上次可能 K6 到现在了，有这个机会就一定要出来了。啊，顺便吃个东西，有名的大家都吃过了，我们要吃那种你们没吃过的在地的美食。那、啊、这间是谁推荐的、哦？那个公益车车主，等一下边吃边录一下，你就知道是谁了。She says she knows every little thing that goes with those words being chose。你不知道什么？我不知道什么是什么。我大概知道啊。黑白切。哦，白切的青菜切嘛。茭白笋，安切这个香肠，这应该看出来就有一样嘛。这是什么？大肠。这个我就不知道什么，有点像菜刀贵黑龙干不干，可是我不晓得是什么。这个是鱼蛋，啊，这个就是地霸。啊，米血。其实我比较少吃米血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像我们吃那个米血或地会贵，不是都是啊，坑花花生粉上面加满满的香菜。很多人会讲说，那、啊、你就把香菜拿掉就好了。可是我连香菜这个东西我就没有懒得去点，所以就放弃了。那这个可以？这我可以吃的，可是我就不太会去特别去单点。这种这样子可以？这种 OK 啊，没有问题。这是客人间推荐我们推荐我的。对啊，那我们就要准备开动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？那个是蒸碗，我本钱里面都有。蒸卵，那是鱼浆跟肉做的。鱼浆跟哦，它、啊、这个温泉你试试看，跟外面的都不一样，都是早上先做的。那个酱蛮好吃的，对啊，有点蒜蓉的感觉，蒜蓉酱对，然后又甜甜的。加了一些瓦萨比，蒸碗我想到的是有点像那个鸡卷的感觉。蒸碗就是我们北部可能是圆的，它是四方形的，把它蒸成类似像菜刀柜这样整条的，规波呀都会切的。没一样，没有什么差吗？依然有这个粉肠，其实依然的粉肠我不吃哎，咬起来烂软软呢，就好像以前不敢吃肥肉，吃到肥肉会不敢吃啊，这个吃起来不会，这个就是看 Q 啊，有点偏香肠一点那种感觉。对，就是鱼蛋，哎、欸，好吃哎。还有一堆啤酒，如果是北部，可能就是像芦苇潭一样，芦苇啊、客家酒具啊那。你、看这个笋子好吃吗？这真的是蛮特别的，这个我们北部那边吃不到，我们北部都圆的，它是用蒸的，辣完嘞，辣完了。哦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就是那种。它的鱼真的很 Q， 这非常的古早味，想到以前吃过的感觉。嗯哦，它这个是用蒸的，然后上面 有放蒜泥，里面有笋子，吃起来那种小时候有吃过的感觉，好 Q 哦，它皮真的很 Q 哎、欸，认真好吃，拿来蒸一下，哎、欸，它这个酱真的不错吃，我觉得这酱比原来这个好吃哈、哦，你看、哦、就是我的酱，我只爱吃酱，他真把酱吃完了，那酱表示应该好吃吧？不错、啊，不错啊、哦。对，酱一定那稳嘞。嗯，古早味的味道。对啊，那又不会很腻。请他来台北开分店，还是我们自己去开？那本来要剩下来要下一碗尿用的，你把它吃完了。来，我们第一间吃完。哎、欸，人家已经付好钱了。你猜一下这样多少钱？两碗这个。对啊，然后要一个这个，对，就是米血，米血，黑白切，220，220吗？这一颗如果是50，这样就100了嘞。这一盘在50就150啊，这一盘200，350，好，请坐他，300，我250，比较接近，不错，不错、啊，下一托，下一托，好，走。Hold on, best is what suits you. Yeah， 大家好，我是柯P，今天来到台南收。公益车，我1995 LA， 哇，黑色的嘞，我很少看到黑色的嘞，以前都是那种绿色、墨绿色最多啊，黑色反而比较少。
一手车，一手把它开到现在。哇！啊，他也有开了，后来就少开啊。本来说报废又抹擦，因为前些日子有花了一些钱整理，还不错啊。哎，铝圈蛮好看的，黑的配这种古铜色的，这样它水啊，轮胎看起来还不错，21年的嘞。先看轮胎，因为等一下如果要开回去又开比较远。当时这个天线是用手拉的，如果这个小改款之后的天线都跑去后面了。那双整体来看，果然是阳光明媚的台南都没有坏。这个很容易，因为这一代我有开过，我还开过两台，这个都会凹底。椅子是皮椅的，要做一个椅套。对，椅套单安电速。哎，我看它的仪表板啊，对，前面记得状况都还不错。看起来整体是还 OK 啊，我看一下后车厢，前半把就用了嘞。后面你看，哎呦，索尼的，那还有这用吗？应该没有了，你拿主机换过了。我刚刚看，这个都没有拔过哎，我懒得拔了。你看起来没怎样，备胎在里面，它千斤顶，这不是生锈哦，这每一次都这样哦。是我们现在看到每一次都这样，那时候的时期的都是这样。刚出来是长这样吗？我不信。刚出来的时候我还没有钱买，我看到它的二手车之后都长这样。哎，它4个都电动窗，它之前刚好考过期了，后面这边比较稍微一点点，对，小点。这里修挂不给，刚忘记讲里程数跑了186000，很标准。交通我看老啊，这个小城会不会又要矮？这一台的通病啊，这个很容易坏掉，因为它水可以放很多，它只有这一只脚而已。如果重量太重，它这样就断了。对，水桶水不是很多，水比较少一点。看起来大灯好像换过，上面看起来有的，好，下面我也看不到，到时候回去再检查一下。请车主出来吗？看他要不要。你要出现吗？这台车是他爸爸的啦，他爸爸到现在已经没在开车了。从什么时候？国小到现在啊，其实就是怀念这台车，报废基本上就不差。对对对，还可以使用，还可以使用啊。他有联系我嘛，然后就冲下来就直接跟他收了。好啊，他还特地请假嘞，还请我们去吃东西嘞。你想出来玩？你哪里？我可以请他开上来，这样太狠了啦。好，再次感谢志伦，谢谢，谢谢。等一下就弄一弄就开回去了吧，好，这是区别的，人家不知道，我们现在以为是干菇而已啊。对，那摆在后面，我们先收车，好，再吃。对，其实我们是颠倒，我们先吃了再收再吃再继续对吃下去。吃饱才有力气菇嘛。啊，对啊。好，我们要泰山没有吃过丹丹，我们大家去吃丹丹。这里有丹丹哦。有啊。哇塞。你没吃过啊？我们大家去吃。好，耶。哇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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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终于来了丹丹汉堡，吃一下丹丹汉堡吧， Go。 内用没有吸管，这个带包手扛多吸管，人家是打开喝。你吃的什么啊？打开看。炸鸡块，那你吃什么？小丸子啊。而且是猪肉做的，神奇。哎呀，你的是什么面？我是肉羹面。你在汉堡店吃肉羹面？对对对。丹丹汉堡竟然没有吃汉堡，这两个人怪怪的，怪怪的。一看就知道外地来的。好吃吗？有点那种菜丸的感觉，就像刚刚讲的鸡卷。我小时候看到这个都觉得这是活的，你知道吗？它会动的。虽然没有生筋，可是那么久了它还会在动。你吃一个看看。你要不要吃一下？没吃过的嘞。哥给你吃好了，你讲话吗？给更，对不对？这比刚那个还像给，对呀、啊，这个才是你刚说的那个不像，那是四角形的那个丸子，这是圆形的给更，它外皮是脆的，咬下去就是给更。这个应该不用讲，这个应该这个100年前都吃过了，大家都吃过了，这个应该不用特别的交代。啊，你这个新的吧？对、欸，它有排骨酥味。然后还有肉羹，那是泡面，它会不会也是甜？我觉得是甜，你试一下。有一点甜，而且它这个面线是粗的那一种，不是我们一般泡面吃那种蒜口。啊，你吃得出来是哪一家的泡面吗？我猜是王子面。这比较像科学面。啊，奇怪，没有，就是很正宗的。我要排骨酥吗？香酥米糕，买一袋，只买10个而已啊，走吧。Ultra Dash S 3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，圣帕斯，出门在外只有圣。完美，收到车了，来开回去要再4个小时，
好，回去下班刚好。啊，这台1995年的 LA， 回去整理一下，一样公益车一台，很棒。那你觉得今天吃的东西好吃吗？是不一样啦，我觉得蛮好玩的啦。台湾这么大而已，既然南北就有差异的。南部我知道是，尤其是台南偏甜，啊，像那个大肠面线都是甜的嘛。难怪我觉得可乐喝起来没什么甜的。那我们就直接回去了。喜欢这边影片，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。哎，拜拜。三百一哦，鹅啊，不一定哎，草虾啦，什么鬼的、啊？三百一，是吗？他们养不是三百一多啊？你啊，是骗你骗肚子是不是？跟那个沙威玛一样，是长肉啊！你看，我也是养过自己的肚子，养到不动了。